了多少次叫叔叔？记不住呢，我小孩没在家。我找你小姨，我找乐乐。乐乐，干嘛呢？你俩今天是不是吃饭？还没吃呢。已经来了。看什么呢，在这儿？你谁呀？来客人了，家里。 你才是客人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阿姨好。叔叔好。你装啊，在这儿，咱俩第一次见面啊，你那么客气啊？啊，没见过吧？之前见过吗？是第一次吧？你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你把我女儿拐走的。不对啊，阿姨，你记错了。 肯定不是，相亲那次我都没去。我说相亲了吗？我说了吗？嗯，没说啊。你没说啊？我说的吗？啊，啊，对，是，啊，是，嗨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姨。哥，你是常客。第一次来。你说你啊，你以后我告诉你别转来，你有病啊你！快让路走。 好，走了，阿姨，阿姨再见，叔叔再见啊！谁跟你再见啊？永远不想见我。